大家好，我是刘希，今天我来试打一下斯蒂卡145这块底板。这个球板首先一上手吧，它的握感就非常舒服，然后对于这种弧线的控制啊、稳定性啊还是非常好的，吃球的感觉特别好。感觉能，这球能粘在手上，然后再给它顶出去的这种感觉。台内球来说呢，也是非常好控制的，还非常吃球，感觉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出球的速度也是非常快，稳定性非常高。这块底板呢，从我试打，我感觉对于青少年这一块来说，我感觉还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拍子。首先青少年呢，他可能手上控球感觉不是没有那么好，然后这块底板呢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，他控球的这种感觉到手上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吃球的。对于青少年这一块来说，我感觉对这种提升水平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斯蒂卡145这款底板是一款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底板，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很好起下旋，非常好加转，速度也非常快，能撕能弹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弧线拉的是非常长的，这板真挺好打招呼。